反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之规定，给予战狼中队冷风除名，并永久开除军籍处分。听说过战狼中队吗？这种女人就缺我这样的男人就好。Welcome to Africa, son.